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游戏了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你要几碗牛肉面，请领取任务卡。游戏改编自第三季西安美食特辑你要几碗胡辣汤，两队分别派出两位成员坐上飞椅，剩余八人交叉站成一排，按照爆出的牛肉面碗数依次下蹲，一旦有人出错，对应的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获胜。啊，他说他要三碗牛肉面，让我们三个人都蹲。咱不蹲，咱是坐椅子上那个。所以露露是一直很期待飞椅是吗？对，我最期待的。都想说我要赶上这个飞椅，我说那你来啊，他行，我要赶上我就替你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啊，还另外一个人也这么说。那不对应的人错了，我们就不飞是吗？对对对，只有你对应的人错了，你才要飞。啊，那你把晨儿哥换给我吧，看着不太靠谱的样子。有人告诉你我是游戏黑洞吗？你是他，不是我，没事。我看出来了，不用告诉我。白露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化妆了，今天就给你卸个妆。啊啊！紧张吗？不按顺序，我感觉坐这比弹出去紧张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来，你要几碗牛肉面比赛正式开始。好。两碗牛肉面，三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。慢了。嗯？谁慢了？你。没慢。你慢了。你慢了。我蹲了一蹲。确实是慢。确实是慢了，对不对？导演。啊。去慢没慢？慢了。弟弟准备。啊？怎么？啊？来了。你不是说好好玩吗？试一下。我看别人这样玩，爽不爽？你别玩上瘾哦。那我们第二轮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开始。7碗牛肉面，1碗牛肉面，1碗牛肉面，3碗牛肉面。哎，这慢了吧？3碗牛肉面。这慢没慢？这绝对慢了。没有啊，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这慢了吧？看见了吧？你慢了，确实是慢，这必须飞，这不飞。这慢了吧？哎，发之前告我一声啊！我头回见沙哥没狡辩，我真的，胡子都得走，胡子都立起来了。你就这样，有没有点脚吧？在前我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，你下次带着救生圈往家靠。你没事啊，小心点。没事，我们有救生员。好玩吗？想感受一下吗？要不你们把衣服脱了来一下，来一下。不是，我们主要下水想找点啥。你把我刚才的帽找上，找上。你赢老总啊。好了，我们可能难度会增加一点啊，请各位集中精力。来，6碗胡辣汤，
六碗胡辣汤。什么六？怎么六碗？六碗胡辣汤下去，敢胡辣汤了下去。什么六？怎么敢胡辣汤了？六碗胡辣汤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起来坐着去，坐着去。六碗胡辣汤，你这是？手机是啥？拿出来，手机了，扔不扔？六碗胡辣汤，三十胡辣汤了。我刚刚多认真的在蹲，你知道吗？三十，来准备，七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三碗牛肉面，哎，三碗牛肉面，哎，盛凯妈妈，联络员要下去喽！联络员，我对不住你。联络员会不会游泳啊？关键是。不是搜救员，是联络员，怕进去以后联络不上了。最气人的是，人家搜救员在旁边乐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你们。这个为了弥补我刚才对联络员的行径，来，我来。好，来。你好好蹲啊。这个难一点。田总，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象让我下去？一碗牛肉面，一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来，请准备五碗牛肉面。哎，等会儿，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五碗牛肉面，你是第六碗。凯哥，请准备。凯哥，他，基本上我们黄队包干了。这一看就会游泳的潜水员，潜水员，开玩笑呢，水中蛟龙，还行吗？真好玩，他说真好玩，还想下不？是不是没事玩一次是吧？快上去吧，快上去吧，还想来一局？来吧，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。什么意思？白鹿，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？没有，没有。明白了，这个信号我收到了。哎、不要不要，咱们开始吧。但别故意输啊！哎，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演的真实的啊，演的。请准备，六碗牛肉面。几碗？六碗牛肉面。几碗？几碗？几碗？好，几碗？我好像没听清。六碗呢？六碗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别，你再玩两把。你试一个，你试一个。你再玩两把。秦老师试一个。我刚没听清。真的，我刚没听清，真的是，我没听清。我要听清，我绝对，你绝对不能再下。你相信，你再相信我一次。怎么样？内斗了，内卷了，精彩不？精彩吗？来，好，各位请就位。请入座。他这把不可能输。白鹿能听清吗？能听清。耳朵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？不用。来吧，快。哎呀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请准备。
没事，白鹿老师能听清。我不像你，我不会这么故意，好吧？来，请准备。七碗牛肉面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我服你不会弹我的，对不对？别把手伸起来。我知道。你等会儿。等一下。你把手放起来。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手都麻了，现在。你等着，你们的。让秦老师飞一会儿，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？太突然了，我好开心啊！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，太适合他了。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。还好吗？灵魂回来了吗？等会儿。爽吗？爽。你快入座呀，请入座。啊，请入座。不对呀，请入座。不一人一回吗？这。来，我们继续了。请准备。三碗牛肉面，五碗牛肉面，七碗牛肉面，八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谁？你们伙儿第一个。四碗牛肉面，四碗牛肉面。这不是我啊！等会儿，谁呀？他呀。他，你是我吗？你不是他吗？他是你。那谁是你？后两个是谁？我们俩。过一回。来。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一下。我待会儿爷爷，你还要坐上去呢。你来这儿待。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，绿队内卷，内卷。哎，注意力呀！你来这儿干嘛？啊？不是注意力，注意力，注意点啊！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。城市接龙，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，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，再加一个新的城市。北京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。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，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，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。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。准备好了，来，开始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。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。
河南是个省。河南是个省。来吧，飞吧，飞吧，飞吧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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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从晨哥开始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厦门，乌鲁木齐厦门昆明，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，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，横店。横店也算城市吗？是啊，它是东阳。不是。啊，对不起。横店是个镇呐。你知道是你说错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我忍不了。去吧，钱总。报应啊！来吧。哇，180旋转。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。一二三，好了，非常完美的起跳，下翅，再看回放，啊，有，难度是5.2的动作，整体180。又回，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，就这样，不用了，没必要，没有必要。没事，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说，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，已经快练会了。下个目标要练360，多让他练几次了。你还知道哪些城市？挺多的，其实。李，挺多的。你算算哈。来，从这边开始。兰州，兰州上海，兰州上海石家庄，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。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，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，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，北京卡了，坚决的老秦的，哎呀，我不想玩了，脑子里城市很多，金华刚说。就是想不起来呀，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？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，是京华还是东阳？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是横店？他要再说一横店，我更来气，真的。360度，太厉害了！综合两个游戏，恭喜黄队获胜。